扔过来，扔过来，这就上面。 好，没得走。出去。我给你拿几趟啊？拿着。最起码还拿两个，三趟。三趟这个长的不一定了。先到。先吃到那魔法球，先吃到啊。脱。这没事，先吃到那一个魔法球。 对不对？那个，这个警告是。没事没事，就这样的，妈的，就懒得开五菱宏光上去，直接就坐山路车上去。那算了，我不想。我不想。脱啊！我不拍你就行，到时候你这个干活是没关系。脱了，超过你警告了再说。走吧，上车吧。超过警告再说。 警告他的噻，我理解。警告他。我操！重庆这天气真的热，冷的时候还冷，热的时候还热。啊哼。手机是不是？掉。 那些黄是他们。哎呀，好。那你衣服穿得多，你要把衣服脱了。 上去投，上去投，再上去。
来，过来，手机，那个。算了，我享受不起。我这个地方不敢停，一刹车它又要偏，一刹车那个重心一向前。这个只要有一点点倾斜，来吧，我拿给我。只要有一点点倾斜，都是他妈危险的一批感觉。吓人！要坐在中间才他妈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坐在中间，我感觉那个车就要翻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感觉车要翻了，这太恐怖了！等会儿那个四米的，我估计更他妈夸张。他这个悬挂太软了，刺激，好想坐啊！哎，其实开始肩膀打，材料都开始拉上来了的嘛，要开始打桩了。川哥又在吹牛了，没事，好吧好吧，我是在吹牛，不吹牛了，不吹牛了，不吹牛了。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个。对嘛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嗯。我杨柱，我看到都想跳车了。哈哈。我就感觉那时候刚开始嘛，我杨柱那边偏了一下。就是开始上冲的时候往你那边偏了一下。杨柱差点就跳起来。这个偏实在是太劲儿吓人了。有啥子吓人的嘛？下次你来，你来骑。他妈的，你来！他妈的，你又不来坐。对。我看就好了呀。这个没超载，这个车你看嘛，人家后面是四个轮胎，证明啊。放哪儿啊？这儿吗？对，先往外就好嘛。杨柱说：“你再稳，老子在这举一天。”这个坡上来随时都是油门轰到顶。这次没上次。这次感觉动力要足一些了，因为我提前的把油门拉满了。你没感觉起步的时候我前面抬了一下吗？哎呀，只要拉得上来，不要人扛。
是装怪。你看你们两个人。你呀。嘿。里边经过这次的干活，你们两个建立了深厚的仇恨啊。深厚的深厚的。下次我们坚决不来了，真的。想坐驾驶位旁边那个位置啊？你是真的野啊？那个位置还敢坐？那个位置要跳车的话就站在两边。你看你哪边？滚！其实这车啊，其实这车翻了也没什么，翻了也没什么。他哪怕是翻了啊，人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，只要脚不要踩在地上去。今天能不能搬完呢？现在5:20啊。不知道啊，差不多，别的快，都是别的快。稍微快点嘛，那你们。要是我发现嘴上弹鸣特别凶。就是嘴上弹鸣特别厉害。你是不是我在发弹幕发多了？对呀、啊。我没翻过啊，没翻过。我这前面，兄弟们想想，这前面还要支一米出来，这什么概念呢、啊？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他前面翘了，前面很劲儿重。来多辆车啊，但是那个四米的拉的太少了，懒得跑啊。手痛啊，这个方向盘扳着真的手痛啊。其实说实在，这个每个人都会骑，你也一样的，他也不会翻车，你只管把方向盘不长的都得行了。我操，兄弟们，我才发现我。不要逼逼赖赖的，让我来。胸有大志。胸有大志。胸有大志是啥？是啥鬼？就说的是你这种啊！我妈，你摔了你都不管他，让我来。但是自强还是有点牛皮的。自强，我看他那个抖臀那个啊，他抖了多久啊？他不知道他抖臀抖了多久啊？那不是咪咪头啊，胸有大志，任先生。胸有大志。我妈，我摆一下，你帮我摆一下，杨总，帮我摆一下，我一个没挂摆住。飞机场，你们这边偏上的翻最多啊？对啊，偏上的是特别容易翻。这个不拉副变速，想都别想上来。估计他妈的把起步一会儿就熄火了。咪咪头什么字啊？那些是我平胸的啊，你看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儿有一指，这儿有一指，看到没？撑死也就32A 啊！杨总是可以的，杨总有脂肪嘛。看我的肌肉，开玩笑呢。那拍下去极端了，秀一下嘛。对对。拍着。欢迎来到德莱联盟。把傻子弄过来当苦力啊！傻子他走路都费劲，你还让他干苦力？求求你摆下是不是？你还摔的？对啊。有苦力就是好。那苦力都不干活的。对呀、啊、苦力都不干活的。那苦力干啥呀？做运动啊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现在我看到好多个就是户外主播啊，都在找苦力啊。还什么苦力什么也还什么。还苦力选拔赛。比谁搬步头搬得快。走了走了。
我拿手机。走。没拉货，你哦没拉货你就走了啊？等会拉着货和我一起上来。我他妈要翻一起翻，我跟你，但是我先跟你讲，就是如果这个翻，如果他往这边翻的话，你就拉到那边，你拉到那边你就没事儿。他就是他往那边翻的话，拉他往这边翻的话，跳汽车都跑了。你跳车的话，你刚你没跑赢他，压着你怎么办？你就直接拉到那边那个罐，抱着那个罐子，或者抱着我，然后我拉到那边，然后咣倒下来的话，人也不会，只最多摔一下。哦，你千万不，你那个千万不要，就如果斜了，你千万不要跳，那个跳了他妈一压下来，压到你人你就废了。对。你想吧，我本来在开的时候啊，我上来的时候我又不坐，我只是下去。不是啊，没事儿，坐嘛。快走。等下，这螺丝又干什么嘛？我这么口干，你给我喝水没有？我也没说要喝水啊，我就是说你这。蒙古包里面有。没得了。不得了。可乐还有噻。可乐有。还有两瓶，两瓶拿完了，水也没，饮料基本上一点水都没了，应该是，我操，来拿过来，手机拿过来，我让他们感受一下坐山洞去。行啊，我会，会，去吧。没有啊，他要坐边上的话，我肯定要给他先说清楚嘛，这个东西真的要说清楚。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很容易翻车的。大姐吧，三轮车翻车也挺正常的。说实话，我没下去。哎，我日妈，这个手机好黑人哦！这个黑啥子嘛，老子骑的。骑了。好的。来来来，有密码的，有密码的。没得，没得。可以了吗？嗯。翻了，妈的！你快去坐那个，快去坐那个。拉不住。啊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他那个夹不住了。你那个往里面，你把下面撇到最里面去，对，撇到最里面去，上面给他拉出来。哦，我晓得，晓得，晓得，不用晓得。而且那个软垫子，那个软垫子下面有吧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上面弄出来一点，你下面弄到最里边。啊，可以了。胆子很大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没东西不试一下，他糟啊！木子都没搬完了嘛？我说等搬完了，你去嘛？都黑完了。搬完了肯定没完了。啊！如果叫当成洗澡的话，就那个抽上那个水直接冲。不，我要游泳。游泳玩。我不想冲澡，我就喜欢游泳。我们来抽烟呢。没拍了。太热了。我操，还后四了，没见过吧？你真的怕吗？我操，还后四了，没见过吧？你真的怕吗？他不会游泳，快点上！天黑了，天黑了，算了，而且也没得救生衣。明天的嘛。今天气温定了。
验瘦了呀？没有没有，哪里验瘦啊？又没干活这些。哎，脸好像瘦了，脸瘦了就像吴彦祖了，脸瘦了估计就像那个，那个叫啥呀？罗志祥了。滚！咋了？像我翔哥不好吗？好久没做那个动作了，主要是。人体平衡那个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不像皮卡那个抓不稳，这个人体平衡是这样子的。我看一下这个上面，这个拉杆是什么？我操！就这？